爱琴海是欧洲和亚洲之间地中海的一个狭长海湾，位于巴尔干半岛和安纳托利亚之间，面积约21.5万平方里。北部，爱琴海与马尔马拉海相连，马尔马拉海分别经达达尼尔海来和博斯普鲁斯海来与黑海相连。爱琴海诸岛位于海上，克里特岛和罗德岛等一些岛屿与其南缘接壤。